想进去。走，我们进去吧。先去抽快票哦，快票是从这里抽。那你也可以进去看一下，反正也是不长的。我们等一下要看什么？看小美人鱼剧场。我们现在去吧。Under the sea, under the sea， 好不好看？好看。真的吗？那下次还要再看吗？可以不要了吗？Under the sea， 怎么样？这次点了什么？这次点了两个套餐，一个是这次的贝壳披萨，对，里面有包东西，好漂亮哎。然后还有一个是披萨的套餐，妹妹喜欢的比目鱼，上面是果冻，下面应该是类似像奶酪那种漂亮的美人鱼团。安德西，好可爱，这是盘子，这是加价购的哦，这是可以选的。对，你要看你要盘子还是要那个保温袋。好，我们开动了。鲜呢，里面有虾子，还有鱿鱼。我来吃一次，我们再来去玩吧。来，那这吃。所以你是波波鱼咯？对，波波鱼。要先来一台。啊，人家也要坐。No！他不是让你转的，是让你抓着他的。是吗？对，他不能转。是吗？如果你压转更大力，他不会更快哦。不会。会。哦，不是在人家树，是他打树的。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，哒哒。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快点。他那个。离心力好像没有那么大，蛮好玩的，但是速度还蛮快的。哎，速度越来越快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么快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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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这是水母飘飘吗？对，我们两个坐。飘到那么高，你会不会怕？这个要怎么坐？就上下翻飞。你跟你的谁一起坐？虾虾。你有看到姐姐吗？有。哇。这是什么？珊瑚礁。哇，珊瑚礁区耶。我那个长的是这样子，神网走梯哦。对啊，这就是渔网啊。这样麻烦，太可怕了，它像渔网一样。我们掉到渔网里面喽。这里是沉船。小妹妹写得很漂亮，贴着写，林心，直接贴着写。我在等妹妹。亚米妈妈好像写完了。Sunny and Yummy 的玩具箱。妈妈
好帅哦。可以写字的墙，大家写出来的东西呢？连立新亚米的签名出现了。那贴着。海星这边是要玩什么的呢？小美人鱼的家，哎，小美人鱼的秘密基地，这都是他收藏的宝物。他在一些沉船里面，他有一些很多很累的东西，他就把这个就是那个王子的雕像啊，可以看到东西吗？这边有钻石，哎，我要看，哎，抓不到的钻石，骗了。你手伸进去抓，抓不到，钻石拿不到。这么远哦！我抓不进去。哎、欸，这么远哦！到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就在那里而已说。可是就是拿不到那一颗钻石。太远了。吃，跟他拿魔药的。林夕，我们要去找女巫拿魔药。这样子就会变成美人鱼。那我牵你。奇怪，你不是很大胆？礼物在这。哦，在这里。魔药。哦，出来了。它这边都有亮灯，亮灯呢，按下去它就会有。逃げられるのなら逃げてごらん。もうあんたはあたしのもんだよ。妹妹，不怕不怕。我要把你的双脚变成脚。小心！我的花，啊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到鲸鱼的嘴巴，这里就是美人鱼的商店街喽。美人鱼的抱枕吗？对，可以买吗？我喜欢这个，我要买这个了。背着，等一下要结账才能。嗯，这应该是睡裤。好舒服的感觉哦！我这个，你要哪一个呢？我觉得这个很漂亮。哎，就是小朋友可以玩，然后假装在拉走，然后他会有这几首歌。哎，不错哎，要不要我买回去？要来去逛下个商店。来家阿拉丁。来家阿拉丁了，就。啊？嗨，你好。把我拉起来了。好吃。好吃啊。阿拉丁的世界。哎，我们要去里面看有台可不可以抽快速通关票。这两台是一个人坐。有阿拉丁，还有神鹰，还有骆驼，你要骑哪一个呢？雷霆鱼的大象耶，来飞天魔毯，帮大家放火喽！我真的饿了，没有其他生命。新的餐厅，咖喱饭。怎么？烤饼哦，像不像一只脚？老虎的脚。那这个呢？布丁，他说他是用椰子奶做的布丁。我要吃卤肉饭，我要喝这个。卤肉饭，这咖喱饭好吗，姑娘？咖喱酱试试看。如何？午餐呢？好的，吃完。
完了午餐，继续来看剧场咯。Magical Lamp， 原来是个 3D 立体的哎，有没有吓到吗？有，而且他们还你看那个毯子撞撞到人家的那个椅子上了。那我们赶快来去玩下一个吧。我打算被撞两下。难道里面有卖神灯吗？应该有。那大家都变有钱人了。哦，我也要来买一个有钱人来看看呢。哇塞！阿拉丁神灯，哇，这陶瓷的，小心小心，这可以盖一个。这是玻璃耶。哇，这个真的要很小心哦。这是卡，不要玩不要玩，等下碎破掉。阿拉丁，大英雄天船的磁铁战斗人呢？就是那个男生，他的磁铁战斗人。好帅啊！背面，结果是在阿拉丁这边卖。好人坏人，好人坏人。这是本色。他怎样之触感呢？好可爱哟！他的嘴嘴那边是那个冰冰的那种。哦，是啊。那个滑滑的。啊。来到了一个海底的吗？就是发现港，然后这个是玩那个逗趣船，就是它会点点点，然后会停顿停顿停顿，然后你以为会撞上去，它就停下来。跑，然后会有那个水这样喷喷喷，好像会被喷到一样。哇哇哇哇哇哇！这好不好玩？是怎样子？他都把你挤出水哎！所以玩这个是？他这个是会转来转去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会到哪一个点。然后有些点可能只是喷湿一点点，然后有些像如果你进到那瀑布啊，就几乎会全湿。我就是全湿，好玩啊！换下一个咯。这是达菲他们的那个商品在这里，全部都是达菲雪莉美的商品，到底有多厉害？好多人。这夏季的兔子，这是姐姐想要的。这是拿着饼，可以挂到书包上哦。哇，这你书包就有吊饰了。它这边有两种，还有这种是可以挂在手机上的，美败哦。姐姐选了一个雪莉美的帽子，喂，达菲熊耳朵的帽子，可以做冰棒。哦，像这样子。对。哎，如果做巧克力也很好笑哦，吃超饱。你们觉得要是哪一个？印第安娜帮姐姐选的可爱的这个。啊！喷水了，喷水了！到处都在喷水耶！咚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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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现在要干嘛？玩潜艇的。哇，这么恐怖啊！不会，很安全的。哦，宝藏哎，是怎么样啊？救东西好吗？研究怎么潜到水里面去找宝藏。哇，哎，之前的那个大航海时代就是像这样子。哇，接下来我们的晚餐该不会是海盗吧？可以啊。海盗的餐点。来，我们的晚餐，这个是一个套餐，一个前菜、沙拉，然后还有一个面，然后一个甜点和饮料。然后姐姐这边还有小朋友的套餐，这个饭饭，然后是配这个饮料的哦，果汁。然后姐姐还点了点心呢，这个点心我看了。对啊，吃吃看。开动喽！看起来像培根面。好舒服啊！现在我们要等什么？等看表演。Yeah.
束了。怎么样？跟以往上的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哎，还是好好看。どこかお送りしました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哒哒哒哒，一直玩到晚上哎。对啊，超漂亮的，而且晚上看到的又不一样哦，超美的。再玩一遍好不好？然后那边是茉莉的，阿拉伯皇宫在那边都超漂亮。东京迪士尼海洋好不好玩？好玩。这我们要说什么？让我们去买东西喽。